就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他说他可以借你裤子，穿。他也有，怎么大家带这么多套？我有带泳裤，我要换吗？没有带泳裤，可是我觉得好像用不到。所以说小时候为什么不好好照顾眼睛呢？白痴哦，故意近视的，他有办法带什么变色片之类的？也可以不带，也可以带镜片的。对啊，很久没近视。你这样眼睛里面永远都没有东西，不觉得奇怪？奇怪。对啊，最后一定要让你穿的。我们一定要这样子。这水很脏哎、欸！好，我有跟寿星出门。我不是我想要的鞋子。他还素颜，是谁说要了？不是，有两个头发，有两个头发。我看大家不敢头发，所以你觉得你按否？不按否？可以否更多啊！等一下可以给一个寿星巨浪。他寿星巨浪。李敏浩鞋哦，我以为今天办不成，所以我办不成，他在许办一成啊，办我这边拿一支针。对，棒棒队队长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觉得你们输定了。没有，给绍兴一句话。谁在跟你比赛啊？你运气好，不然你就是这船的胖胖队长。好气，他都听到了。讲完了。哎，胖胖队的。快乐，跟寿星讲一句话。生日快乐，让寿星跟寿星讲。或者是跟寿星讲一句话。啊啊，就是寿星。跟寿星讲一句话。他帮队的队队队长。我不是，我是不合格的队员。啊，寿星。好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我是 Manpower 队。你干嘛自己不改名？那你是 Man 还是 Power 还是队？可以吗？你就小队队员，你是队长哦，你是队长是不是？听得懂啊？穿衣服穿的这么难过，应该是没几个人。拉链也不拉是不是？拉链没拉。干嘛啦？胖胖队好没礼貌哦。我想说他是感冒。胖胖队好没礼貌哦。等一下就会掉水里了。加上闹子在胖胖队。哎，挖镜带起来。加油！因为我没有线可以，其实也只是水比较高涨而已。不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吗？重要，要不要盖起来？
同骚的人带来什么困扰？我没有啊，我表现得很好。我记得有人反应，好像你那骚有人反应，就是你们表现得不太好。为什么？没关系，我问另外一个带来困扰的。你带来了什么困扰？没有，我觉得很 boring。你好。嗨。身为今天的寿星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不怕。你有没有被人家造成什么困扰？我被人家当成有啊，谁？三个，就那三个教练。你好，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啊。那你觉得最好玩的？一定要戴蛙镜。好玩吗？刚刚教练走到右边的那个，你说最特别的那边？你在滑？因为他刚刚选最胖的啊。没有，他刚刚有一个地方他感觉滑不过，我们太胖，他就说男生拿奖，刚刚看什么？因为你们太胖了。等一下，我们用人啊，去玩这个溜滑梯。用人的，对，躺着。啊，我有看到。背对的，然后等一下玩的时候简单，双手就那一段哈，快点，就那一段。当然在跳的过程中放轻松，好，你脚也不用踢水，先躺平就好。屁股抬高，脚正直，屁股怎么抬高？你只要挺胸，挺胸，腰椎打直，屁股自然就会抬高了。慢点。挺胸。没有。再撞到屁股的话，这代表屁股太大了，这代表屁股太大了，这代表屁股太大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真的撞了屁股，我真的撞了屁股，我真的撞了屁股，好痛！你屁股太大了，撞了骨头哎、欸。翻桌还是要直接离开？对，刘家豪，你自己跟我说7918，你们在那边发。
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不准爬文、啊、，Google 不能 Wikipedia。刚才七二三人先道歉，道歉。看三个 boss 他们的后山吗？好，那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刘佳慧将你地址讲出来。南山路，给他讲。哇，回边刘佳慧今天的要背到那么多，我会找，可是我没有记得。他写名字里面都会写到啊。他这个，哎，我知道，一楼。好，那刘佳慧学号讲出来的。我不知道。学号，他连学号都不知道，太过分了吧？至少是号码吧。等一下，哇，完了！先停一下，为什么我要知道别人学号？人家会一跳完生日是几号？八月七号，八七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！ 你的表情看起来超快乐的，吓到我。对，你有看出来这个奇异果是五二四吗？啊？哪里？你是有色盲？对啊，从哪里看？你看五二四，看得出来吧？哦，有哦，好啦，没有啊，他抽过好不好？有吧？自己看不出来，要智商低怪别人好不好？好了啦，希望什么东西在？哦，在许愿呢。希望虽然下个月没有人生日，然后柯浩文他八月七号才要庆生，但是我觉得六月还是可以出去玩。哇！为了世界和平奖，我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因为我而结束。好。